限时两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哎，还有计时哦，你没讲。我在这里看着你哈。哎，要放快要多颗了。太慢了，跑起来。哎，要继续吗？要继续啊。哦，是啊，我有一颗就好了。你是不是没玩过游戏啊？两分钟就是让你两分钟内可以弄多少颗啊？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哎，你很稳哎，你有点太稳了啊！加油！掉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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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出来！偷打哥，他偷打哥，只能给他通告费1350哦。他偷打哥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哇，差点口水流出来。哎，其实你很厉害哎，没有失误哎，没有，我以为放一颗就好。你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？就是两分钟放一颗吗？因为刚没跟我说要计时啊。哦，我刚刚有点惊慌失措。Are you ready? Ready. 然后两分钟计时开始。哇，这视角真好。而且你有点斗鸡眼，我刚自己刚上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会不会也斗。走的，怎么样？非常的优雅。这不是平常的你啊。因为我哥哥。你觉得他反方向操作对不对？等一下跟你说，因为我觉得这游戏觉得没那么简单，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比少。那我要漂亮的玩，我不要每次玩游戏都太丑陋。你变了，这不是我认识的你。我先说哦，如果我这集因为林湘而受伤，那下不要再发我跟林湘同时。好，我们两分钟计时开始。哎呦，摸胸部会不会是比摸胸部？哦，是哦 ，OK， 是节目会被黄标。好软哦！你好过分！天哪！哎哎，你会不会我恋爱了耶？他让我赢了！哎，我吓到哎！我才吓到，他还配什么？我直接怎么吃？不是，我吃很大力哎！哎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啊，你就突然玩游戏这样，谁害谁受伤还不知道呢？哎呀，你现在又乱推！怎么样？感受怎么样？蛮舒服的，可是我没有正面，我刚好这样。你坐下巴，对，有点那个方向不太对。搞不好自己就比没倒。等一下，我发现就是你这里有我的粉跟口红。你知道这一集我比较吃亏，怎么说？因为你比我高，怂。我比较小只，然后所以可是你体重比我重啊。很重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哎，这游戏好让我好累。我们这一关结束，进行下一关。还是结束了？又结束了？我好想知道，哎，这两分钟。观众会不会看着觉得很荒谬？
干嘛看？这两分钟蛮好看的。真的？这两分钟会不会变成精华片段？天哪！这到底什么啊？那我要把这关玩完，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比什么了。我看你要怎么看我。我也不用看你啊，我不要看你啊，我只要你要找罪受，我只要听工作人员。那我们现在计时两分钟开始。对，又直接又开始又两分钟。左手黄色，我们两个都要一起，两个都要一起。右手绿色，有人开始交叉了哦。左脚红色。有人开始怪怪的喽。左脚绿色，好险我给自己留退路。左脚黄色，左手绿色。哎，他拿走我的绿色，哎，先抢先赢啊！蓝色，左手蓝色，左手是哪边？这边。左手绿色，左手绿色，你反应很慢哎！哦，这分钟左右没。右脚黄色。哎呀，哎，完蛋了，我要出事了！我可以先离开一下调整。不行，不行。我已经把这张纸弄走，没有人跌倒。左手红色，左手红色，左脚蓝色，左脚蓝色，我要攻击别人的城堡。你就，这看起来不陷害别人是没有办法。他把我夹到骨折了。下一个，我觉得你故意的。按你脚嘞，左脚蓝色，他也没换。再来，左手绿色，左手，你靠那么近，我就是要攻击他，他在吹我耳朵。右脚红色，你看我还可以这样子。我们快要不行了。左手蓝色。左手。哎，你，我没事，我没有啊，要乱告什么状？右脚绿色。右脚。我要慢慢踩过去。等一下。哎，他超过时间了啦。挡着我啊！你挡着我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我过不去啦，我要先离开一下。我先这样，没有，骑在他上面。你输了。为什么？你输了，因为你刚刚已经离开。现在两分钟到了哈。比赛结束。哎、欸，第三关结束了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是比什么？我们要宣布今天获胜的是林香。刚刚是我赢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比的是美姿美仪。他刚比我好很多吗？因为我一直都是体态优雅啊。他刚刚体态看起来比你美蛮多的。啊？就你刚刚比赛的时候，驼背其实蛮明显的。嗯。然后你的曲线方面没有林香看起来那么好看，是不是要生气？我们今天故意不公布那个美姿美仪的赛制。就是为了拍下你们最自然的体态哦。因为如果我们先说的话，那林香你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出现？当然就是这种啊，就是这种啊，这种啊。他是说玩游戏耶？啊，玩游戏的话就是会这样啊。啊，你不要发出声音，这样很有性感的感觉。